你啦！啊，田伟啊，我袂使小偷两步啦，田伟啊，袂使啊！吴康仁被温真菱赢了 QQ， 惨遭吊挂示众。只要咱卖掠事，和官军甲青番雷解决就好啊。斯卡罗虽然打跑莱提罗妹号报仇的美军，但还有官军要来廊桥追究。在这块被视为化外之地讨生活的柴城闽人保利客家人，社寮偷笋亚只能选边站。愿意归顺官军，就心急。半分半汉地位最卑微的偷笋亚处境最可怜。安心啊，不要偷笋亚，挂欢挂。最靠半年到国外，但只会当一个番道入口。至少，前番心情好，等一只股，你也无等我来去。替领事李先德翻译的蝶妹温真菱，为了弟弟安危，先上山警告大骨头舅舅。阿达祖阿乌，俩阿乌哥哥。大骨头差点突袭官军，但行迹曝光，结果追到还没归顺的吴康仁。Ask him about the ambush. It's him. Inform the savages of a campsite. That's how they found us. 是你，是你叫青番来抬官军。无啦，冤枉啊，大人啊！我没报陈欢，不是我报的，不是啦。You still deny it. If it wasn't you, it wasn't. 生还是不生？阿姐呀，我不是挑工的呀。你心心急，官军的保护下了。叫搁要加一杯汉林，汉林杯给下了我，陈欢才会甲下了斗三工。烧了！诺，你别烧了！恭喜，你恭喜，烧，没再烧了！大林啊，大林啊，快动啊！下了好戏，我不是我去报，我无报陈欢，我无报陈欢啦！放手！大林啊，我无报陈欢啦！大林啊，我无报陈欢，我无报陈欢啦！啊，啊，张伟啊，我无报啦！大林啊，啊，张伟啊，我没再烧到两步啦！张伟啊，没再啊！啊！